哦，后生扁民事务协调会，后什么远东公司哦，亚东关系协会，我有通过140几家，哦，太平洋哦，140几家有啊，到李典辉才甲统一做啥？台北建文处嘛 ，TECO 嘛，台北经济文化，哦，啊，驻德国驻啥？台北哈的。TECO 吼，都统一做这个名称。啊，伫亚洲银行啊，做啥？亚洲银行是台澎金嘛？原来是 WTO 台澎金嘛，最近还阁存在吼，拢有统计出来。啊，不要主要讲，而宪法上使用吼，现行下使用中华民国系列啦，吼啊，有不能不承认现行化，承认这属性啦吼，但是。但是这个国家就是台澎金嘛，吼啊未来要建立一个台湾共和国是安国语，吼啊边啊去做合作人，而且啊边啊要求，就是我有参加写这个稿吼。啊，因为这问题一直拢存在，包括伫纽约要加入联合国运动的时候嘛，有人为着讲到底是中华民国加入联合国，还是中华民国什么？我底下甲因妈讲，莫阁变衰啦，咱先来游行啦，囡仔还无出世，为着好命啊！啊，咱办袂成，我都无咧讲2300万，哪要加入咯？讲安尼使袂？啊，都为着命吼！啊，即个同乡会拢讲，那往中华民国我袂参加啦，往台湾搭袂啦。啊，国民党讲，你往中华民国，阮搭要补助，往台湾就袂补助。因纽约他妈飞足久嘛，吼！我就讲，咱就讲。有人和台湾吼，哦，安尼对，你伫外，你伫联合国哈马绍广场，你讲有人和 ROC 吼，人听无啦，啊，因有同意啦，迄个咱代表就同意讲，有人和台湾会使啦，啊，若中文就用中文民国吼，安怎安怎啦，吼，因为政策，到尾是有接受我的看，用台湾英文吼，有人和台湾啦，你国外讲 ROC 人听无啦 ，ROC 是啥物物件人听无啊吼？台湾会使，所以这名一直困扰着咱，所以希望台湾大联名两件，啊，拢是正名，啊，甲这遐两个空隙吼，名若无改吼，是足无方便，因为这个咱讲正名运动有足侪人想讲咱改国号，我拢到即摆意思有阵啊是错误，咱即几年已经有足大个成就吼，包括讲诶四大社团啊，青商会、狮子会、夫人社。同志们拢改了吼，青商会用中国青商，我迄阵啊是中国青商，出国人就是伫北京来，所以你出国开会，你这个青商会是国际青商，你在你了青商会就知啊，国际青商会国际会议，咱来讲讲我是台湾来吼，因为台湾来甲中国来态度无共款吼，咱知影讲你若去咱来那台湾去日本去韩国拢免签证，就去英国嘛免签证吼，啊中国去拢足严吼啊。就是国家比台湾来吼，这种优先吼，啊，中国无青商会嘛，中国唔准设立青商会吼，啊，咱有足侪团体，像阮的法学会，阮中国法学会，即要改做台湾法学会，拢有改。所以正面运动有四个目标：第一是国名吼，第二是政府机关甲政府的文件吼，第三是即公司的事业名吼，第四是。哦，各种团体啦吼，所以咱先鼓励狮子会，狮子会嘛是变足久才通过吼。啊，咱的政见一定要用台湾人来听，所以第一个目标是护照嘛吼。护照，咱护照加护照，中华民国中文中华民国护照下面写台湾嘛吼。迄阵要设立这个时候是2001年就开始咧推动吼，啊。亲民党好甲阮修理啦，讲若摕这护照吼，寸步难行，全世界袂当去吼。美国也袂接受，中国袂当接受。啊，阵阿扁啊，到外国无通惊嘛吼。啊，到阮正面运动到有一年2003年吼，到月出来要游行啦吼，游行啊，八月底我甲我敲电话讲。你袂念无吼？我讲你大学因都伫村口，因都咯。哦，啊，讲你是还无发现讲，啊，都即摆你要游行讲，外国部长前日先讲 OK 批，但阿扁有答应批。其实阮已经经过两年已经说明啊，社会反对声愈来愈少。我主要是讲，你护照你若无爱用中华民国，无爱用台湾这字英文字的吼，你买嘛？你原版你去申请，啊，阮若爱用台湾的，你做你。
两班侪咧敬嘛，你嘛无甲你强迫嘛。你若讲，你若爱有中华民国，无爱有台湾，你你爱原古班啊新班咧，随自由选择，你有啥好话讲？其实无影嘛，咱摕去中国伊嘛接受，美国、日本嘛通识也拢接受啊。甲我连前讲，我会晓拿新版的，伊嘛有讲啊，伊嘛讲，因为真方便。我记我迄阵啊，伫美国读册，转去东柏林吼，行去东柏林啊，西柏林要入东柏林，啊，把天一块表，啊，走咧，差不多看几部，我讲我都唔看到，台湾人大概真罕咧去登东柏林嘛，我做咧看看就甲申请，伊讲啊都唔捌看到种国家吼，伊咪也叫做 ROC 啦。伊讲有知影做 People's Republic， 有中华人民共和国。我讲我这是另外一个。伊讲啊，这个国家无讲讲伊有人民，我无人民。哎，讲到讲，我无来名啦，伊有人民，伊有 People's， 我无 People's， 他有 People， 没有 People。哎，听无上，那国家无，我无感觉啊。所以，往这方面讲，真正人个误会是浪费嘛。最近，咱两个朋友伫维也纳街头去互警察抓咧，甲手伸啊，摕手帕了，当出来骗嘛。啊，伊讲叫伊笑然后，啊骗伊讲是咧帮啥物代志。啊，我摕到护照看，台湾就讲叫伊行咧，讲是咧是咧。哦，我计是咧中国来，讲是咧查，伊讲。什么中国人足侪来遮，招数拢带毛灰嘛吼，毛灰贴讲从运入来啊去卖吼，啊就有钱嘛吼、哦。所以讲你若要中国人要偷渡来吼，啊是要来遮带，就说带毛灰啊，就说替人运就对了啊。所以啊台湾就无啦吼、啊，所以就对台湾就较客气啊。我一学生为美国去非洲肯亚开会吼，啊日本就对美国就会去。伦敦转去非洲拢 OK 哦吼，倒转来吼，肯亚机场无飞机，伊讲你要去伦敦，转机你无英国的签证袂使去啦。伊讲我毋是中国人，我台湾的啊。伊讲你都明明写 China 吼，都无去啊。阮学生急啊，讲我转机那即班车飞机若无坐，我伫遐坐袂着，我读学啊读书会受影响，都无飞机。伊讲中国人要去英国都爱签证。伊讲，阮都唔免，阮中华民国都唔免啦。伊讲，阮规定是全人拢爱啦吼。哎，外省个结果，我无你敲电话去伦敦问啦吼，问讲看会使啊袂？讲我来都唔免先，都转个都爱。你敲电话，电话钱我出啦。哎，柜台小姐，肯亚荷兰个小姐看，一边甲讲看，护照若签个就 OK 啦。伦敦较知影，伊那大人一年。伦敦出入的足多，啊！你学生学几落万，讲若生的都。我也讲，你若去明台湾都无问题，你紧转来换啦。所以咱就是讲，护照啦、驾照啦、户口差不英文版啦，这一定爱住台湾啦。即嘛，咱国际上靠用是户口差不英文版啦，吼、哦，国际驾照、吼、哦、护照啦、吼、哦、护照啦，政府的公司就是吼、哦、中油啦、中钢、华航那些吼。哦华航工作久吼，伊就唔肯啦。伊讲甲人签约，拢是用签来以后咧，怎么来改吼？啊，那签来以后，甲以后签来，定弄错了吼。现在冇人做唔对，我就甲叫伊讲，我无你飞机顶写一台湾，明仔改写台湾写较大字吼，反正我也较读台湾嘛好。啊，伊华航就唔肯啦，伊惊你发现讲少去。我讲你会使卖改名，你华航人无怎改以前吼，吼。你就该住，就写 Welcome to Taiwan。